像帮我泡脚，我会觉得特别的温馨。哇塞，试一下水温，哇，有点烫，好一点了。这里的水真的是很热，越来越舒服了。那些今天所发生的很沮丧的事情都缓解了一点点。其实我很多时候都不怎么爱自己，有时候是懒，有时候是怕麻烦。比如说泡脚这个，其实我很喜欢的。如果以后的日子我有一个另外的一半，他会陪我7点起来，我们一起吃个早餐，然后工作回来的时候他还在等我，然后我们就是可能聊聊天，谈谈这一天发生的事情，然后再去睡觉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理想中的所谓的爱。我和你一样期待那个人出现。过两天见啊、哦！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到我那儿啊、哦！拜拜，嗯，拜拜，嗯嗯。好了，上车了，来。哎呀！Sunday, dark has turned to gray. Stars have made their way. I raise my glass and part my lips. 走了，回家了，来。The only time I see you is in my sleep. Sunday. 小伙儿，来。Think I'll be okay. I know that I'll see you in my sleep. In my sleep. 今天我要享受属于自己的一天，我需要好好的爱自己，为自己去制造浪漫。去了玉户村，在内心平静享受生活的状态下，似乎也会寻找到生活中不同的小乐趣。此刻的感受，一个人的浪漫就是享受无忧无虑，一切随心所行，浪漫与爱悄悄来。